砂是中国民间传统的自然疗法，以前人们常用汤匙、银元或铜钱蘸上水或香油在背部刮拭，将体内的废气和邪气逼出，以除感冒和中暑等症。香港中医学院的吕继如教授经过20多年的潜心研究，运用中医寻经走穴的原理，扩大了刮痧的范围，改变了民间简单的操作，增加了治病的种类，并且研制出了用水牛角制作的刮痧板。刮痧的主要功效是调气行血、活化细胞、加强吸收功能、调整内分泌机能、镇痛作用、增强免疫能力、养颜美容。在几十年的医疗实践中，我们当医生的面对求医的患者，只能开出处方，让病人服药以后呢，慢慢恢复健康。对那些颈肩腰腿疼的患者，俗话说啊，病人腰疼，医生头疼。我们常常为找不到一种能迅速解除病人痛苦的方法而苦恼。自从学习了吕教授刮痧舒筋健康法以后，这个疑难问题迎刃而解了。我们用这种疗法在临床当中治疗了大量的颈肩腰腿疼的患者，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不但对这些外科病，就是一些内科病还有其他科的一些疑难杂症，也都取得了显著的疗效。所有经过治疗的患者都亲身体会到了刮痧疗法的神奇效果，而且我觉得更为可贵的就是刮痧疗法非常简便易学，不但是医生，就连没有任何医学知识的患者，他经过短暂的学习都可以不但能够掌握，而且能运用自如。所以自从有了刮痧疗法以后，治病防病不再是医生的专利，他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卫士。我希望所有爱好健康的人们，希望长寿的人们和医务工作者都能学会和运用刮痧疗法，让我们祖国医学宝库当中这一艳丽的鲜花能够为我们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